师，你来掏钱。立正，今日请坐。好好好，啊，小弟叫做王华东，啊，我是为美国来，啊，拜一十九。这个核能、核子科学，即嘛是无啥发达啦。迄当时我来留学时，迄阵是真发达。伫迄个时阵，大概。啊，我也是要叫这個、郭先生，郭教务主任来介绍一下。先来介绍我较好讲，啊无大家都唔知我，嘛是偶尔罕见。歹势去处理一寡资料啦吼，即摆咱这个王博士吼，是一个大人才啦吼，咱台湾人。台北人，哦，这个，伊是头一个，唯一的一个，在美国得到核能博士有这个执照的核能博士啦，哦，啊，佫本身是一个牧师，哦，啊，佫是画图家，啊，佫是伫美军海军陆战队伫教跆拳道，哦，才能真多啦，吼，啊，今仔日邀请伊来。哦，来跟咱讲核能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他都因为一寡资料吼，爱先去处理吼、哦，所以有啦，有创一寡资料吼、哦，来啊。对对对，哦、有得伊用过迄落。有啦，他，你创迄、那个伊的迄档案先创者。哦，来欢迎。多谢郭先生的介绍啊！多我是1962去美国留学啊，我今年75岁。无啦，感谢啊！啊，所以迄当时是有美国有超十间大学有这个核能或是核子科学的迄、那个即、這个研究院。啊，多我附着顶就对了。啊，但是毕业的人大部分拢是大部分拢是电力公司去请去啦。啊，我是伫迄个 Westinghouse 西屋啊公司了，做5年了，我才入去一个爱达荷一个国家核能，全美国敢若有迄、那个。阮四个国家的研究所，共迄个是伫讲即个原子炉的代志，啊，我伫遐有人研究，啊，伫迄个时阵，这样代志发生，就是三里岛哦 ，Three Mile Island， 迄个代志发生，啊，所以阮是后勤，啊，前勤是另外一堆伫
负责处理。啊，阮的后勤就是讲，将伊遐的资料来分析，对零秒开始，每一秒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就是伫分析。啊，你无这个分析，你唔知，因为你所有的资料，你人一定会走，所以有资料是只仿表啦，还是表即印出来什么，看是水的温度啦，水的压力啥，你看还是辐射啥，所以阮只做完全即个处理来分析。啊，阮的头家就是美国啊，核能管署哦，核能原署。啊，教予因啊，所以我算间接有参与到迄个代志。我即摆三月十一，福岛、福島、伫遐发生一个地震啊，津波、海涌啊，因的设计是针对地震，较无针对的津波。即海涌的代志，所以代志发生问题出伫遮，发生因拢无处理，啊，代志拢暗藏起来。伊甲遐百姓讲，百姓讲安啦安啦，然后啥物代志，阮会甲你讲，结果拢暗藏起来。日本有核能的科学人才无？有。真正真侪教授，无一个人站出来，是安怎？这就是制度问题。因遐教授拢做研究，摕政府的钱，政府的钱讲泄露，闭嘴！你袂当甲发言，所以遐拢闭嘴。所以地教人心惶惶，唔知要安怎创，因为。真正有个知识的人无要站出来，因毋是做电力公司的顾问，领因的钱，啊，就是啊，摕政府的钱来做研究，啊，所以政府为着无要让民心动乱，所以讲，恁无一个会当随便发表伫新闻内面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出伫遮，啊，现年都一直严。严重啊！美国啊，常常呼救啊，所以外口小的风声就出来，对不？啊，当然，特别是记者，咱日本有三个，每日、毎日、朝日、早日，啊个有咩有理独卖新闻？这三个新闻，有一个是我政府的，两个是靠我民间独卖。有咪有哩新闻？伊这是靠我政府的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这个那是咱讲上帝的安排吼。咱有一个查某台湾西人伊毕业的，先牛毕业，伊啥物毕业会嫁去日本，啊，伊是伫高雄在做生命线，所以伊就伫日本第一。开这个生命线叫做关西生命线，生命线看上生命线。啊，底下迄阵，伊拄好伫一月来美国佚佗，啊有来到阮的教会。哦，啊当然我甲伊这个针对，啊熟悉。啊，其实我嘛无啥知说关西生命线在创啥。啊，当然我将我的名片一张互伊。啊，当然我是第一遍认识，啊，伊全提转去。到这个三月十一，这日本福岛这个核能事故发生迄阵，这个林小姐伊就安尼有疑无疑，啊，就编一挂资料，啊，忽然发现伫我的名片内面写美国执照。核能工程师顾问教授，伊才惊到，所以伊才敲电话我。我讲哦，目前日本拢无消息，
啊，遮个科学家、遮学术界，拢无人出来讲，所以地教无人知，足可怜。你知？全东京敢若有一台伫探即个放射线的机器，全东京呢？啊，所以伊就忽然伫啊，哦，啊，这个人是对这方面，有研究，所以就打电话。啊，所以因爱有一个为外口来的一个黑人的科学家，来讲出因真正正义的心声。因为遐拢袂准啦，拢甲你讲安啦安啦安啦，啊，其实现在都已经出面这种都爆炸，啊，你要安怎按？对不？啊，所以就是伫啊。所以我伫五月十七，我去啊去日本，啊，这个是关西生命线，伊主持一个国际核能灾害论坛，啊，我伫啊演讲两点钟，啊，当然到啊第七月，这个、台湾长老教会有来等下请我演讲，啊，即摆我个演讲，所以大概。我的经过是安尼，啊，当然稍等，我有来甲恁分享。伫日本，因为伫日本迄阵有迄个三个报纸，阿三个买日期，伊是较熟伫即个民间，所以当然真欢喜我去遐演讲。但是独卖有没有哩？伊是甲我政府个。足紧张，我也未去迄阵，伊就甲这牛小姐讲，我是毋是会讲这个王博士 interview 一个？啊，当然，这个牛小姐伊知伊的背景，政治背景，伊讲袂使，讲伊也未演讲以前，这消息袂使出，无你怎啊现在恶意甲你报备啦？啊，你咪都摸袂清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到尾啊有。我即个开即个国际论坛了，伊才来我的福德路，啊，甲我讲差一点钟，但是足怪，可能讲的对因无啥有利的，所以结果也无发表。啊，所以啊了，问题出来，出得多，慢慢即消息出来。但是遐五百姓，遐做田人，遐农夫啊，唔知嘛是阿爹在骨点啊工作，啊，就政府甲你讲安，所以日本的百姓较属于被动啦，无像咱只讲得个稻菜多就去游行，哦，咱只较无咁快，哦，当然咱只，当然遐有闹自由啦会使，但是百姓都安咯，都讲百姓就对啦。啊！就政府给你安，伊就相信就安，对。啊，所以各经过，我毋着五月去，六月，这个记者会当入去这个福岛去采访，啊，甲迄个村长，哦，村长讲，目前你上需要是啥？伊讲，阮即阵无迄个探测机。monitor， 因为我都唔知道啊，政府三不五时啊，都去遐去探一下，啊，数目也无还知啊，啊，这还知啊，数目是安怎？我伊若唔知啊，讲一百是安怎，二十是安怎，十是安怎，零是安怎，无人知。啊，所以个这个女小姐伊就讲啊，王博士，你是不是我到伫美国？买一个探测机，我随时落去找，我可怜了。美国差不多有共三四间在做，伊的库存一个工厂，结果是二十台尔，结果拢互扫空。啊，甚至我阁拍去苏联，苏联讲爱超六个月才会当送工，我当啊拍火啊救护车。伫别类也是要安怎拍一个火啦，啊，所以
经过足大困难，因为讲上少都要半年，阮才发得出。因为本来即个机械，就真少人在买，对无？啊，无啥物代志，啊，你安怎做顿会做啊遐济？啊，忽然一个要爱，啊，日本厂商全拢乌死去，你有偌济台拢甲你包，你有偌济台拢包，啊，结果煞空去。啊！你产生这个 monitor， 这探测器，都要真一部分来配合，啊，来才做起来。啊，你这么多物件要配合，不是讲你今天是爱，明仔就都有啊，不是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到尾啊，我那真好运。啊，唔然呢，计小人调关，一台本来是百几块，我变八百、九百，甚至千外、两千乱花。我讲，恁这是足害。人百姓咧受灾难，你咧赚这个垃圾钱，生命线的钱你袂使赚。你做一个生意人，你要有一个道德，啊，这是生命代志，你咧赚，啊，就丢，丢十几倍，不得了。讲，我才讲，我无要买你这物件，我死嘛无要买你这物件，哪有迄个普通啥？一台百几块，尔正涨啊千块、两千块美金，开玩笑对不？啊，不过刚嘛有找到一个公司代理商，伊讲阮即马有特别叫这个工厂甲阮做二十台，但是我会当拨你一台，讲感谢。所以伊迄台卖我500块，啊，所以我就教会讲。啊，本来是阮小妹王爱兰，伊要奉献一台啦。啊，我想教会看会当奉献一台，啊，伊讲只有会当一台啦，所以到尾教会出钱，啊，阮妹妹奉献50块美金，假，敢若运费就50块美金。啊，当然嘛去调伫海关调几下钱，不过会当送入去，迄较重要，因为拄开始迄阵。你物件送入去，全咧家己没收，送入去没收，送去没收。伊摆互恁即个广播线有即个探测器啊，好啊，即下若是记者来问讲，有啊，遮济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不得了，动荡，动荡，人心，所以印度无要安尼做，啊。所以我大概讲一个背景，啊，当然我相当会讲更加详细的代志。不是，过落去。好来，啊，这真水，唔知道，可能爱是唔是爱刷过这本，较有。是不是可以放大一点？是要放大也是有限。啊，这是，我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其实如果白板，我当白板写，但是后面有那个你袂当迄落，因为啊，这个无啥好啊。啊，无啥清楚。I give it all。面顶，我爱面顶，我叫啦。面顶，这是第五，我第一条。我看面顶，较侪，你踮中遐已经十条一挂。
OK， 位置开始好无？你看落淡无？来，咱先讲这个核能，这个原子，这个原子能到底什么叫做原子能？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挂有两种物质，一种是元素。元素啊，这种是放射线的物质。元素就是讲稳定的物质，伊伫普通即个环境袂改变，固定铁、金、铜、铁，这拢袂改变。但是，搁一种，伊家己本身袂稳定，放射出即个放射线，啊，即个放射线。有一个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三种放射线，阿尔法迄较大粒，贝塔是电子，伽马是干哪？X 光线咁款。啊，当然，愈即个粒，即个放射线一直愈大，伊射诶距离就较短，但是伊诶破坏力真悬，所以上得悬就是阿尔法，但是。都要真接我，啊！上帝歹，上帝远就是伽马，因为阿尔法，你差不多用一张纸扎咧，伊就烫袂过。但是伽马毋是，你伽马用一尺的棒啊，嘛是照样照常烫过。所以这伽马瑞是上帝厉害，在这伽马瑞里面。啊，实是足足爱有白帮，因实无白帮吼，无法度。恁唔知有看吼？咱是大，因我无法度想要深入，因深入恁听无，恁唔是专门这方面的，所以我用普通的这个语言。甲恁沟通，只要有一个物质，对无？放射出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望地目，这个上底啊，落去，这个、较长啊，这个上长，因为这个射线会当射真远，因为伊家本身毋是物质，是光线。敢你有光，你有只照照到迄边。啊！伫这个本身都是有一个动能，这个动能，咱会使甲讲作是一个热，所以当伊发出这个物件内面有一个热，有一个能量，能量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就用这个原理。比如咱遮有下一桶水伫遮，当这个射线那射入去，将这个能量会当放出伫这個水内面，啊，水慢慢就烧起来，啊，就呛烟，啊，就啥，啊，就开，哦，啊，所以蒸汽就出来，对吧？啊，蒸汽就是一个压力。因为咱蒸汽无迄个压力，是安怎？伊拢伫空气，咱来用一个挂，甲牵咧。迄个到一个程度，迄个挂度咱突破，所以咱知影，这个蒸汽有迄个力伫咧。啊，咱就是将这个蒸汽来塞一个人拉瑞达，就是发电机，好，他妈等，啊这。转的迄阵，伊就产生电流，爱啊，啊，就是目前咱咧讲迄个原子核能发电所说出来即个电流，简单的原理就是安尼。目前啊，伫世界有两种的原子炉，
一种是西奥所做的，叫做 PWR，P 就是压力，压水式，哦，即压缩压水式。啊，个即是 BWR， 即是 boiling， 即是沸腾式。浮腾式的关注了，所以这两种，啊，这两种伊的差别在多，咱大概用一个图，互咱看，来个了解一下。在这个以前，我想咱先介绍一个原料。目前有三种的原料，有的原料啊，家己主动会放出这个辐射线，直接的；有的是被动的。直接有三种，这唔知有看哦？哈、啊，是不是？还是我徛这边？我徛这边哈、啊。这是 uranium 铀233。过一个 uranium 235，这233235，这是这个原子数目的号码，就是讲质子甲中子的数目。咱在一个原子内面，伊核心有质子，质子是带这个正电，中子是无电，啊，外口造这个电子带负电，啊，所以。质子甲中子合起来，迄、那个数目，因为每一个元素有固定的数目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迄个数目，哦，啊，这个钚 （plutonium）， 哦，所以目前伫这个三种内面，就是 U235 伫大自然会当主动来分裂，就是讲伊家己会当放出这个辐射线。放射线，啊，其他这两种都要由人工来产生。迄、那个人工来产生，就是爱分裂、分裂。就是讲，只要有一个元素，你甲拍破分裂。做两个元素，讲这个元素是 A， 这是 A1、A2， 对不？在这个过程分裂的中间，会放出啥？中子 （neutron）。就是讲，你用一粒中子，甲拍这个元素。伊会产生啥？2.43的中子。啊，所以你知影，所以讲，即粒拍入去，产生两粒较济的中子，对无？的 neutron。啊，即个再去拍 A 的元素，啊，伫遮佫产生2.4粒。对不？啊，一只同款，搁拍 A 也产生两粒，所以一粒变两粒，两粒变四粒，四粒八粒，这叫做连锁反应。用 chain reaction 就是讲一粒拍两粒，啊，所以啊，伊当然拍出来，伊内面会放射出来这个热。啊，所以咱就用这个热变作这蒸汽，啊，蒸汽来推动这个发电机。哦，这个原理，这个铀原大概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一只，咱有看，哦 ，uranium 233，哦，是这是经过这 thorium。
这是中指、中指了，就是这个拍这个了，产生一个啊，一个东西走出这伽马伽马，啊，这个家己搁分裂，走搁放射出这贝塔，啊，这个同款，这普通人二三三，家己会当一分解了，产生一个贝塔。啊，每一个所分裂所产生伊迄个宽度无共款吼，就遮有二三五，伊个浮点就是3818度，就所以你就知影，哦，迄差不多甲太阳，要甲太阳真热，当然太阳是平时较悬。糟糕！你个，拄啊遐，搁较面顶，搁较面顶，继续面顶，敢是第二啊，还是第三呀？唔是，哦对，即个，把放大，好，好。所以同款，咱只第二种、第三种，哦，啊，所以主要是咱有这三种，这个原料通用。啊，普通是用 uranium 235，啊，这个原理就是安尼，哦，这个叫做连锁反应 （chain reaction）。拄仔咱有讲有两种个原子炉，一种是亚水式，一种是浮腾式，有两种个原子炉。啊，这个原子炉无共款，无共款一度，咱来个了解一下。所以伊即马将即个油啊，二三五做一粒一粒，差不多这大粒，叫做 pellet 弹丸。啊，甲下蛋即zirconium 呢，一种金属，因为迄浓度真高，所以虽然讲内面超过伊即热度，即个 zirconium 袂溶去，会当保存遐个燃料，即个弹丸伫即内面，就是为了安全。啊，所以即就是一支。啊，这uranium这油啊，就是拢下蛋食，所以一支，啊，这下伫一个铁管 （stainless steel） 的水槽内面，啊，这内面是水，对不？所以要开始迄阵。那无迄阵，即种抽起来，所以离水面。啊，即马开始就是插在水内面。啊，即马就是用有一种，家己本身会当放射即个中子、中子 （neutron） 迄阵来个拍一个燃料，拍出来，伊就开始连锁反应。啊，问题就是原子炉甲原子弹。的分别都是差的，原子弹你无甲控制，啪连锁反应足紧，啊都爆炸。啊，但是咧，咱这原子炉咱有控制，所以这控制上，这中间有另外规条规矩，这会当吸收这个种子，因为你即马一粒变两粒，然后必须来好，这是安尼。足紧，毋是讲你会当想，毋是迄个几秒，迄是零点，迄是十的负六次方，迄个速度在反应。啊，所以咱要控制者，就是讲你即个要插几支入去，并且你要插偌悬，当然你若插遮悬，对无？插遮悬，伊只有一部分。的种子去吸收尔，啊，你若插下落，就是完全吸收，是完全控制，啊，
啊，这个照讲应是主动的，因为这速度足紧，你无法度啊，所以才有一个机制，就是讲，伫这个等迄个什么时阵遐，这个控制感，爱插偌长入去，爱插几支入去，这拢算好势。啊，迄个算好势遐物件是，为呾来？关动了，你若无电，你逐项拢免用。即、這个福气嘛，就是出伫即个问题。好，即样就开始净化，对无？烧有精气，啊，即马将即个倒出来。所以内面倒出来，啊，再个循环转去。所以这内面这条梗是真烧，那烧有辐射线，辐射线。啊，所以要有着安全起见，咱才有叫做 heat exchange。就是降温机将遮个热降温，各一个线路，即水管之外，啊，所以这个水管内面的水虽然是烧，但是无辐射线，对无？因为辐射线伫遮循环。啊，这是经过一个 exchange 转换，从这的热转去这边，啊，当然这拢有 pump 啦，对不？有一个 pump 在这，当然这有那 pump， 啊，有一个马达，抽水马达，啊，这个在入去做，叫做 turbine， 啊 ，turbine 再个接发电机 generator。发电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塞，这内面有，敢若咱迄个车内面的风扇同款，一夜就是讲顶上，咱的混射机有无？嘿 ，propeller， 吼、哦，嘿，啊，所以顶迄阵塞好顶，啊，这顶来只好顶，啊，当然只只变发电。啊，遮入去的水，为遮再个流倒出来。这个系统叫做 PWR， 压水式的原子炉。当然这是安全，但是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什么缺点？就是讲伊效能、功率无较无好，因直接叫烧掉。阵遮来个遮。是100度，只有来个位遮去传到遮，迄阵可能遮变80度尔，就是伊耗能叫减去。耗能意思就是讲，伊温度就降落，温度降落，蒸汽就降落，蒸汽就降落，就压力就较无，啊，所以伊的效果就较无好，哦，但是较安全。啊，佫一种，伊毋是，伊无即个。伊直接来个 turbine 滑轮，啊来塞一个 generator 即发动机，啊产生电，即叫做 VWR 浮层式。即直接来个遮，啊，所以啥变遮有那是拢有辐射线，所以这条讲拢有辐射线，所以安全就出问题。但是效果真好，啊，遮都100度都直接塞一个滑轮嘛，唔是80度来塞，是100度来塞，对不？所以效果真好。
但是较无完全，吼、哦。所以目前有两种，咱所以主要原因要按照发动这个原子能都是一家，啊，当然，那有意外代志，照讲。因公拢是会当自动控制，但是唔通袂记，迄、那个自动控制拢是用电。一旦迄个电源那无去，都没有控制，这就是福斯马出代志。因为福斯马是讲，因为咱拄啊有出来对无？这都有 pump， 啊，这个 pump， 当然，迄个电位带来两项，就是本身这个原子炉所发出来的电，伊来到这，和这个马达去叮当。搁一项就是助力 auxiliary pump 电源，迄就是柴油发电机，这个接伫外口。所以照讲，这个本身这个电，你若无发动，发动迄阵，和这个马达碰撞迄阵，这个柴油发动机应该都无迄个时间性，随时接落。照讲是安尼，但是因无去想到，地动唔是干那地动尔。是津波咪海啸，所以将这个柴油机怎个那冲去倒去啦？啊，当然才停电，才停起来。啊，同时呢，所以伊即马无电迄阵啥？伊当然伊即个控制 control rod 控制控制杆有差入。但是这要经过一几啊点钟，几啊点钟，慢慢将这个中子给吸收，可以袂当产生这个啥连锁反应。因为你若产生连锁反应，就会产生迄个热啊。所以这个有入来，但是要经过的时间，迄、那个时间都是将这的内面的热都爱个送出来，啊，和这边。将这个热慢慢个消磨去，但是当这个泵部未叮当迄阵，你无法度运转，将这个小的气体个送过这边冷却，这就是福斯马出了代志。伊无是讲连迄个无比的柴油机。去予迄个津波，忽一个，毋知送去倒去，毋知，全冲走。啊，所以，遮一直热起来咧。虽然即个控制杆有落去，但是爱经过一段时间。啊，即、這个时间水一直无啊，一直无去啊。啊，有到一个热度，即项逼迫。有够一个热度，啊，迄、那个热度当然，因设计时阵无想话讲会到遐热，因为也未到遐热，迄阵已经有这个泵浦将这个热甲移掉，但是伊无想讲这个泵浦，迄、那个柴油发动机，唔知去塞一个咪走去倒去，所以无法度，唔然安尼遐电线，伊个电线唔是待伫下骹，伫面顶。啊，所以电线断去，啊，无柴油机，啊，你变怎？一直烧，一直烧，那啊烧个，啊，这个原子炉，一直烧咧，啊烧。当然，这不是完全的封闭嘛，啊，所以这空气就去烧到有一个程度，出面烫，
厝尾顶就是要夹起来，爆炸就爆炸。哦，所以有四粒、三粒拢爆炸，爆爆爆爆爆爆炸。啊，爆炸问题来啊，放射线走去空气，啊，这风来吹，哇，大家拢分着福气，福到故事嘛，大家拢得着福。啊，所以福事嘛就是出了这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不是真大，真大的严重，严重性在哪？就是你的行政的处理出问题。当我那个在三里岛 Three Mile Island 那时六点出问题，泵不振动，所以一直接出来，随时那个 operator 操作人员靠控制性的电力，控制性的电力听那个经营严重，随时通知下，一方面通知州政府，一方面通知美国关注联总署，因为三里岛那是在宾州 Pennsylvania 在 Pittsburgh 的附近，那个是 Brookhaven， 美国有四个研究所，最大的就是我们那个爱达荷那个核能研究所，但是三里岛三里岛这两粒是两粒出问题，拢总有四粒，这个是属于啥？属于 Brookhaven， 在 New York Long Island。迄个研究所发这条火呢，所以技术上，这个 Brookhaven 遐大来支援这个技术，所以六点、七点通知，八点因坐直升机哦，直接为 New York Long Island 飞来个家，第八点因的技术人员来都、就是。这个空气的辐射线，在八点半直升机已经飞起来了，在空中在测，到九点，州长、市长、警察大队啊、防卫部拢在遐，所以马上会当指挥警察你落去疏散，啊，这个防卫部控制安全。啊！这技术部落去调查到底出问题，这是伫美国处理方法。三点钟，酒店本身已经来到这个厂房在开会。日本呢，真糟糕，糟糕一度。经过三日，伊讲安啦，无要紧啦，政府会甲你负责。啊！现在就厝尾顶都劈破啊，以后在发案。迄、那个以前啊，第三日 NHK 你知吼，日本放送局因家己的直升机才飞去，因毋是在探测这个辐射线，是看讲到底有啥物新的 news 他播。因知影讲厝尾顶哦，厝尾顶压过啊 ，good news， 这个。报了到底，我这生意袂歹。啊，日本的防卫队无派半架直升机去面顶，怎么无问题了呢？啊，到七日了，人家派直升机，啊，遐的辐射线，哇，大家拢是福啊，祝福哈，这戆百姓安咯安咯，拢是福。所以日本也做大事，啊，唔然呢？美国要落去帮忙，阮日本嘛有迄科技呢，嘛有这安全人员呢 ，no， 自尊，你知道？我甲你讲，等有一次台湾迄、那個、三粒伫北部迄呐爆发，可能正是讲，嗯。中华民国，而且科技，
到美国有病啊，唔免你帮衬。美国要派军舰来讲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不要你的保护，我们会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。我说放屁，对不？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日本啊，无随时叫人疏散，要讲升20里、20公里。美国迄阵是讲，你都要切80公里，80公里切。你才嘛爱走，那迄个台湾迄三粒那爆炸，你才有来走，已经超过这八十公里啊！啊，问题啊，人要走倒，跳海啊，移民去中国，对不？啊，所以日本啊，所以日本啊，才有正义感的，只有夸家。唔是去予电力公司收买，唔爱讲收买，因摕因个钱嘛，顾问嘛，啥物顾问，顾而不问嘛，是，一点仔，逐日嘛咧啉coffee， 啊 green tea， 啊，后底办啥？没有，所以这问题就出伫遮，伊行政，哎，美国伊个原。这个原住民总数有啥？内面一切人才拢伫遐，像阮这个爱达荷这个专研究所，阮一年就爱派几个伫遐轮流。一年你去遐住一年了，住两年了，啊，才转来阁派。所以因咧就永远有这个真研究人才，啊，唔呐。高级的这个原子能去的控制室里面的 supervisor 的 doctor， 所以拢踮伫这个原子能总署24点钟伫遐上班，所以有啥物代志，马上通知遐时阵，因遐是拢老干部嘛，啥物代志拢大概知嘛，会当随时。只是讲，恁都按照做，怎样怎样做，就从人也未到迄阵，会当用电话。只是讲，恁都按照做，因为迄确实有够复杂啦。迄这个物件啊，叮当的叮当，迄个叮当，迄个怎啊，情况都无共款。啊，比如讲，最涉及到迄影响都无共款，因为咱毋是这个较技术，所以我无讲较技术滴个物件，互人知，迄是有够复杂。啊！但是人还未到迄阵，伊会当伫电话内面甲人讲，恁着安怎创，恁安怎？你像这人吼，你有阵时拢有训练咯。但是训练是训练咯，正经代志发生哦，迄毋是训练的代志哦，迄个掠狂，你知无？啊，掠狂这头脑都变花花啊，袂输食小猪子。刚才马英九迄个啤酒在那喊喊嘞，我讲你喊喊头啊，啊，唔知伊家己讲是喊头总统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足怪，所以在日本，伊制度唔啥呢，一切顾问拢伫研究所啊，伫大学啊，到时出代志，总部连一个高级的。科技人才拢没有，啊！你要安怎讲制度啦？啊，所以讲啊，你去找迄东电，迄东电，啊，就啥球员兼裁判，啊，东电当然讲安啦安啦，对不？啊，你要啥？遐高级人员拢东京电力公司的顾问，顾而不问，甲领薪水，逐日嘛咧咖啡，啉咖啡，甲啥 green tea。啊、所以问题迄、那个日本迄个制度都唔对，所以我伫遐专门甲发出一个建言，我想咱来看迄个建言上尾，可能上尾迄个建言伫后壁，足后壁，足后壁。
因为我有分析，就是讲，什么时阵出现什么代志，出现什么代志，我伫日本的时候有分析，迄有两点，迄两点钟，啊，但是咱无时间做遐代志，国事吼，甲放大一下好无？好来 ，JNRC 日本核子 Nuclear Commission， 好耶。就是日本原子核能原子核能原子机构哈、我建议讲，第一每年应该有全国性的论坛，内面有四组，每一个原子炉场的确派员来参加，台湾根本没有，美国也无。啊，每半年各组会巡回，并且各原子炉机构的组织人员有一个交谈知识，甲解决问题。就是讲，伫政府内面有一组真强即科学人才，即、科学人才毋是干那操作，伊包括伫做研究，一个教授伫实验室遐，所以一年。每年还有全国性，吼、哦，诶，专题演讲、啊，第三，原子炉附近的市民应该有一个 monitor， 就是测放射线的迄个机器，足可怜，迄种是拢无机器，还要讲百姓敢听政府，安啦安啦安啦。现在，迄、那个放射性已经凭人会当承受过较大，因为还在掘菜，还在种菜。种，因为啥？种话讲安啦，啊是啊，啊人都要好好了，也袂死啊。第三，就是原子炉一切电线爱重新包装，必有这个风景，因为日本迄阵。一点算拢无风景，无迄个风景的波，所以毋通叫切，即地动了全切断。本来是接好势嘛，全拆开，啊，啥物断线？来，组织地方甲即个中央的灾变的中心，人民包括行政首长、自卫队，因为日本无军队嘛。叫做自卫队嘛，消防队、警察、医生，哦，附近的放射性，啊，避难所佮物质的供应单位，每年确实啊，真实操练。啊，台湾有咧操练，啊，叫一挂，员工啊，工一挂探工，走，一二十个走，我。下骹面顶的总经理嘛，要伫厝，要伫办公室咧啉咖啡。啊，操练，走啊！一只跟着走，伊哦来。啊，一点钟哦，安尼煞，明年再过来一次。啊，同款遐个人，共探讲，伊哦，哦 ，OK， 好。啊，你做受伤，啊，你就安，无你就爱倒咧，对无？装装死，装死。哦，啊，较急起来，哦，较紧来，再来去病院。医院，啊，照看，唔是实在咧操练，就是形式效果。有啊，阮有咧操练哦，哦，你无看，哦，无啥啥，哦，叫记者来翕相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安尼无啥啥，警察来指挥，不，好，上，医院，操一点钟了，啊，结束。你咧操上，啊，是虾米款咧？的问题在操作，因为每一种发生的问题无同款，你操作方式无同款，你需要无同款。你讲在厝尾顶劈破，甲原子炉劈破，甲水管劈破，啊有放射线，啊无放射线放出来唔知，啊无得用直升机啊在测啊，啊日本同款，我得七日了才用。防卫队在直升机去哩，
讲有啦，讲阮也有去测，啊，你是七日了，人 NHK 第三日，人都派直升机在看，当然伊毋是在测一个放射线，所以足矛盾。啊，第六建立法规，甲撤离的这个要撤要退，对无？还有一个标准作业，就是讲到偌济，一单放射线单位你都要撤偌远。日本是拢没有，所以讲啊，无先为十公里，啊无再二十公里，迄阵时日美国就讲，你都要撤八十公里。伊无得甲指导，啊无五十公里啦，好无？啊，到对半，二十八十万，到对半，我试看嘛呢。啊，日本人国际元首，到尾国际元首派代表来，这个派代表来，直接介入。啊，日本阁无啥爱红介入，日本人呐，当个自尊，当个韩国上的自尊，凭日本要搁较糟糕。韩国若出代志吼，还阁糟糕。韩国若迄自尊心阁大，啊，咱台湾是无能，啊，都无鸡咧鸡大只，你知无？第七，直升机伫即核能发生的代志，第一时间就立即去空中。切一个放射剂，对不 ？Radiation fallout value， 基本无嘛。啊，第七日在防卫队，因那个记者嘛，新闻个出来个病嘛，啊，在勉强派一只遐直升机，他妈说，有啦，阮切掉了。啊，到底啊方向飞倒去，你爱五个，哦，这个方向经过。五点钟、三点钟了，是不是会改变方向？迄个风会大细，啊，方向了转变，这个影响到一个村到多，日本是完全无这个资料。迄，那个这种的资料，因讲平常时都爱政府爱规划，爱假设讲，那这个时阵了要安怎？这时阵呢 ，A 计划，这时阵呢 ，B 计划，这 C 计划有真侪版本啊出来，日本没有。第八，爱画这个地图，比如讲，放射线直接爆发，伊应该在地图爱出来。伫即个五公里即阵，还是讲莫讲用五公里，比如讲，只放射线，但是比如讲一百，伊个图是大概安尼来。啊，若变五十迄阵，伊个图是安怎来？啊，若三十迄阵。伊这图是安怎来？记录应该伫电脑会当操作，就是讲平常时也有这个计划。所以你若讲一摆迄阵，这个图都随时画出来，啊，这个图画出来随时爱到警察局，也是爱互迄个村长，也是迄个县长，才讲，所以会当判断讲，到这个时阵，我这百姓都要随时撤。日本无这资料啦。因普通时想讲安啦，啊，面顶人讲安，下骹人嘛讲安，啊，所以就我讲百姓，其实日本的民族较被动性。我你若美国不得了，嘛粗甲胶甲干。啊，台湾可能有那是差不多是安尼，啊，日本的民族被动性，人请政府，啊，政府讲安就安，咱就安尼做。啊，政府若无，刚刚无按，伊就会甲咱迁走。啊，遐戆百姓，敢那伫个囝仔顶互赶，连赶遮，连赶遐，搞得莫名其妙。啊，我伫即个福特路，
这电视在看，哇，十几只这个狗，因为无他家嘛，厝已经无去嘛，流浪狗啦。我讲袂话，遐流浪狗是伫福霞山附近，啊，即摆乱乱走，走去到遐无福霞山，所以伊只流浪狗带些感染，走去无福霞山的所在。所以我随敲电话讲，这爱阻止，啊，无只流浪狗，流浪狗走来走去，现在这所在都无只放射线，啊，或者流浪狗乱走乱跑，后摆只大家嘛有，啊，囡仔就讲，哎，可爱呀、啊，你好啊，我糟糕。所以这种款的警觉，日本无。所以我迄阵随敲电话，我讲我就随甲迄个。这关系什么啥？甲反映讲，这是爱靠叫议员，这都爱这流浪狗都爱控制。啊，无这流浪狗，佮本身是已经有污染呢，有放射线，有污染。啊，你带佮逐位走，逐位走只。啊，后摆啊，佮迄囡仔讲啊，可爱呢，高自由，高自由。我佮你讲。迄拢是真可爱，你若叫感染，迄就更可爱哦，对无？所以，原子炉迄个 building 就是伊迄个订房，甲其他，因为日本有若出一个问题一只，我画图，恁会较详细，照原子炉对无？啊，当然，只有别个房间，对无？有真侪房间，但是因啥啥通道是地下，为遮来，一条通道，所以只要水若流，大家拢着。所以我迄阵讲，你袂使按你只会隔离，就是讲即个。爱予胃食过来，所以起码会当袂当搬过遮，啊，遮毋是人老从胃食拢去，而是遮辐射线，遮辐射线，就本就发生这代志。啊，遮辐射线，遮所以遮本来是无感染的所在，煞变感染，所以遮的人就爱搬走，啊，遮的人无爱搬走，啊，遮的控制室无人控制，无人敢入去。所以迄阵日本啥，做是讲托古代神风精神吼，迄、那个日本精神，我牺牲家己要紧，吼，30个入去，入去外久，我手都出来。啊，这代志，这毋是情绪的代志，政府也有好好来计划，根本都没有。日本迄阵，当然咱这个呢，政府要搞个没有。好来，拜托。冲下去。OK， 好。第十，就是关注喽，这厂房的边啊，四周应该爱。这是关注喽，对不？所以这应该做厂啊，爱深入边。所以遮若有污染迄阵，遮的水袂流遮出来，袂为地下水泄出来，因为这墙真深入去，所以若有是拢伫遮。但日本目前全世界拢无即种设备，所以遮若破去，伊是永远袂破啦。啊，即摆讲听有壁，啊，所以一个水泄落，污染传到遮。啊，即卖糟糕！为十月开始落雨，本来污染是伫这表面的，不然污染是这表面的。啊，即只雨就落转下雨，啊下雨啊，即有地下水，大家拢着，足可怜，连水也袂当啉，但是因阿唔早讲，迄水已经有辐射线。有放射线啊！啉哦啉哦，好吃好吃，好死好死，好死好死，大家嘛对。
十一每年一遍，这个日本原子林总署的确对原子炉的厂房甲遐个内面的市民爱教育，教育为细汉，日本人有教育，和迄个国民阿公，那地当台都要种种落迄个大卡。咱当然咱遮无安分的，因较无地当的款。啊，问者地当种大卡，啊，那即放射线，那爆炸迄阵，啊要大卡是要哪种？所以这都爱个教育，所以必须我靠政府，但是政府有迄个必要性，爱将这个安怎安全防卫这个知识，每年爱经过这个交谈，每年经过这个开会，每年经这个会议，将这个知识爱灌予这个市民，予伊知影讲。若有啥物代志，恁就要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啊，有一个通报的系统，有一个防灾的系统。啊，你要甲啥人报告？万一村长若死，要安怎透过别个管道来报告这项代志？所以这是爱真精密的计划，无你根本就是无办法。目前台湾。什么都没有，伊是暗示讲，代志袂发生。啊，日本，伊挂保证呢，迄总理讲我保证绝对袂发生。到尾总那个主席总理下台，因为伊十几年前伊讲，伊讲安啦，日本迄个上得安啦。啊，若讲你毋是讲安，啊，既然发生，你负责下台。不像即摆政府面皮厚厚厚，遐政府官员嘛要坐伫遐。我日本真负责哦。当然，古早是在七百十不过，啊，即摆是下台。啊，即摆遮政府面皮厚厚厚，啥物建会啦，啥物建会啦，遐干遐讲一寡有诶无诶，五四三。拢无要负责，面皮厚厚个，要参加竞选，当选，对无？所以，我着将这十一项写出来，经过生命上，因为生命上，阮有迄个议员，顾问做顾问，所以经过议员直接到国会，啊，这样阁倒转来台湾。因为我这摆就是早起，我伫这长老教会福利会全国福利会遐讲，有两三个为这个南移过来。伊讲王牧师，我们那边很糟糕，目屎用掉，因为我们不晓得，因为会合料伫那边嘛，你知道吗？伊讲我们不晓得到底安全不安全。政府也没有给我们讲什么，我们不晓得。啊，我实在是听心足酸，所以我甲遐姊妹讲，因为我八月要阁转来，足侪人甲定八月时间满满满，我讲定绝对第一时间，并且我会家己亲身去买一台探测器，我会带这探测器，甚至。送恁探测器，恁起码恁家己有一台探测器，24小时恁通探测，到底下骹有漏无？即、這个放射线有走去即个空气也无，并且恁范围安怎？所以日本迄阵时到即阵，每一个村无一台探测器。啊，所以阮送迄台是安尼，差不多安尼规则安尼，用咩规咧感谢，因为迄是生命线。所以你若无迄个当场吼，
当场你才是，迄你无法度感受，毋是我甲讲迄个代志，过村啊，贵哦呢！你摕到即个放射探测器，还是感谢个安尼？迄毋知要安怎讲？你看迄情景流目屎，知无？啊，早起为男女来，迄两三个姊妹甲讲啊，目眶红红，我讲。无论安怎，我排除一切的困难，会优先到你们那个地方去，并且在你们那个地方，我会开恢和家园的演讲，并且要留一份资料给你们，并且我来教育你们。哦，感谢啊！所以这项代志，应当是爱政府做，唔是我来做。不是，当然，咱有足侪环保单位，但是环保我唔知环保单位干底下底有几多呢？哈，唔知在创啥，我唔知。像这個，确实的，随时应该爱做代志，本身底下逐日要惊惊吓吓，无人去个照顾。连一台放射侦测器都没有。我讲，那恁伫遐，所以我就讲，在台湾，在阮苏宁，而且高级官员啊，伊讲安安，我讲恁若歹设置原子能总是设置迄个原子厂、原子路边啊，去遐设置个恁个办公室伫啊，啊恁全家搬去伫遐，去遐做普罗旺斯。因为恁无伫遐，恁袂当感受伫遐居民迄个惊吓，你知无？你讲遮起火去火烧厝，你怎袂烧着我？我有看，啊，迄个是目睭无看的呢。啊，到倒深海到我倒，拢毋知，所以只会当啥？有一个探测器会当探测。迄个所在有安全还是无安全？台湾目前，咱台湾，所以当然啦，蔡英文伊讲，2025要废这个核能发电所。其实咱台湾是世界第三出口太阳能的国家。第三 ，Number Three， 啊，咱家己出产太阳能，咱家己不得用，足奇怪。啊，像迄边屏东遐罗山风啊、罗山风啊，迄、那个风力挺用啊，啊，无人去咧想啦。啊，咱台湾四边拢是海，啊，海用的力啊，无人去咧想。那如地热。啊！你讲足着温泉嘛，啊，无人去咧用，干那讲进口就要脱碳，进口汽油，啊，进口燃料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家己将迄一种厂吼挂关了，啊，做好 methane 一种气体，啊，伊毋捌一生毋捌去用汽油，伊下一骹遮大骹迄落，啊，就。发出来气压缩一担遐，我如果一生我都用遮咧，家己做啊发电，哎，唔是发电啦，为遐当作汽油在用。伊讲一生伊唔捌去买汽油，所以有可能有可能，迄科技唔是遐困难，伊家己会当当厝诶，伊唔是科技人才呢，伊是安尼爱钱加钱遐钱。啊！伊就家己隔起个气，啊！伊个气甲下当，甲咱驾驶器同款，啊！迄种驾驶来推动伊个脚引擎，所以会当做，毋是袂当做。主要是讲你有迄个心，有迄个政策，要做这样代志。啊！即摆第四厂做起来，但已经20年啊，反正都变废气，要开始要运作，迄边都运作啦。你改国改，
照原来安全，反正这铁器本来是好，反正一二十年已经新鲜啦，本来当当十级的，即卖反正当三级都无。啊，即卖政府讲，强调讲一直要去，一直要去，迄内面肯定是毋知下偌济，退偌济，咱是毋知尔。明的暗的，肯定是毋知退偌济，所以这应当都爱早都爱好掉啊，无将。台湾的百姓的安全当作家己的责任，伫遐咧负责，这根本无负责的态度，的政府。所以，这个核能，你讲安全安全，无安全，当时要出来，日本十几年前讲安啦，阮这世界上最安的啦，哈哈，啊出来，变成世界第二个无安全所在，第是切尔诺贝，已经是三四十年发生啊，还外可能啥？迄囡仔生出来一支脚尔，啊有尾溜呢，迄看落啊是足，哎呀，人都人安尼，都毋是狗讲有尾溜啊。你知影？三月十日，福島发生这代志。为四月到七月，伫美国因统计，婴仔死1400个。照统计讲，以前十年，唔捌婴仔死遮济，伫只四月到六月，即16礼拜，死1400囡仔，偌安全。啊，即个说法我是硬去到。骨出来，啊，无即个拢无公开呢。遐远的所在，辐射线漂流到遐迄个所在，迄是咱福气啊。迄边方向无是遐，你若寒天的方向，迄可能就漂到台湾了。迄死的毋是伫迄边，死的可能是台湾只红影，1400个拢死。所以这个核能，你看安全，真安全；无安全，还是无安全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我呢用一短短时间甲大家分享。啊，因为我小等，我还阁赶去屏东，因暗赶一场七点到九点。啊，所以但是我伫遮短短，群情，你若感觉有需要，甲我沟通。我真愿意甲大家沟通，谢谢，感谢。